系啊，你笑。就是机油温度跟机油压力。对，这个是这英文我看不懂嘞。这个，哦，这是启动后，加油后重置，就是油耗对，管理层啥的。这是雷达。这是水平仪，这是扭矩，这是启动油耗 ，ECU 转速，这是夜视功能，晚上效果是很清晰的。这是那只地图，可以是吧？那都可以触摸，触摸也可以哈。对，都可以。触摸可以，可以的呢，可以触摸的。你要不要录一下？因为这个用按键是多重吗？嗯。